Hello。好久不见。今天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聊聊，看看人都有没有到齐。这样，我要加一下糖。有吗？嘿嘿。空包包。哎，有叫到吗？糟糕，有 Z 码可以吗？有吗？哎，Hello，哎，他们都迟到了。没有，Sam 跟 Ray，可能是，啊？等等等等，哎，他们还没到。没有事。是我不会哈哈，哎，来了来了，Hello，瑞佳，Hello，为什么只差紫红了，对，哎，我好久没看到 you 哦，对啊，嗨，好久不见，哦，好久不你久しぶ见，り，红包嘿嘿嘿嘿，こんばんは。等一下，等一下，
紫红呢？没有，是我们要成功。哎、欸，他有上线吗？他有在线上吗？我们可以帮忙加吗？哎、欸，我们可以，我不晓得、欸，好像不行哦，好像不行哦，好像不行。为什么？还是他？等一下，还是他没有上线啊？应该有，有是吗？这是有上线才能要吗？对，应该是有上线才能要啦。对，还是你哎、欸，可你手机在直播嘛？你不能call他或是赖他。嗯，人呢？你刚说呢？人呢？他在洗澡是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是记错时间了、啊？我觉得他搞不好是记成没有八点。我刚开始前有问他七点钟是 OK 吗？哎呦，他说白你一道 OK。是哦，那你家哎、欸、you。那你家先开视讯的时候，刚刚粉丝有说迟到的要罚喝三杯，就要先把酒准备好，就要先准备好，那酒先准备好。你等一下说跟他说，这个黑脸就交给瑞嘉来当了。好 ，OK， 反正我是他表哥嘛。有了。啊，有吗？有吗？还NG吗？进来中吗？哎呦，迟到罚几杯？迟到罚几杯？啊？嗯？你刚刚进不来啊？嗯。就我刚刚也是，你我有出现，你不能干嘛？喂，有听到。你现在看得到我们吗，紫红？怎么感觉他在平行宇宙？有了有了，怎么感觉你看不到我们？喂，有吗？哎、欸，喂，有，我看得到你哦，我听得到你。Hello， 你说你为什么迟到？没有，我刚进不来，我不知道网络怎么。可能网络问题。哦好吧，那就你干嘛？怪我哦，你在喝是？先罚三杯啊！罚三杯了。刚刚你还没进来，粉丝有留言说迟到的要罚喝三杯。No 你们哎、欸，我跟瑞嘉还有几次有见到，可是跟紫红还有那个 You 就真的好久不见了。我说视讯上面。之前都没看到你们，嗯，你们感觉很神秘哦。什么？你知道紫红这段时间唯一一次密我，是他以为我也是开始玩那个水族箱，是不是？水族馆还是水族什么？就是那个养那个乌龟还是什么？对，养乌龟啊。对，他看我发一张图，他就说：“哎、欸，你也开始了。”我想说，什么意思？哎、欸，很妙。哎、欸，紫红，你有养苏卡达、啊？有啊。哎、欸，我后来发现你有哎、欸。我之前有养，可是因为它越来越大只了，所以我就养在我朋友的阳台。然后呢？所以就现在是我朋友在帮我养，因为他大概很大了吧，他就每年都翻倍长嘛。你的好像还是很小只吧？对，我差不多跟我的脸一样大。那应该养了2年多吧？嗯，差不多。你看，哦，哎、欸。哎、欸、，you 有养乌龟吗？还是你喜欢看？没有啦，
叫什么之前？没有啊，我今天有点想要，我少讲点话，然后让你们多聊聊，然后我补充就好。什么啦？我们今天来走这个套路，要不要？这是什么套路？这个套路就是，疫情的套路。走一个，你眼睛怎么了？眼睛怎么了？好痛啊！为什么？你眼镜还是什么？我眼镜很干。你要不要点个什么人工泪液还是什么？我点一下，我点一下。你们继续啊，你继续，你继续。哦，没有，等你啊。不要啦。对啊，这几周都有上架，就是我们的特别剪辑版，你们后来有去看吗？其实我没有看特别版、欸，你有看吗？你有看？我也没有。你有看吗 ？You？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粉丝有看吗？没有，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 IG 上、微博上都会看到。哦，嗯嗯，对、啊，嗯，就是会 tag 或是上传一点点，是不是？对对。宣传物料的时候就会看到。嗯。那、欸、你们都吃过了？你们都吃过了？还没吃啊。你们吃什么？嗯，那什么？啊？奇异果吗？奇异果啊！我也吃菜嘞、欸。小伟不是不吃青菜吗？吓死我！我想说你不吃青菜的。你们都吃了吗？我还没吃啊！我吃了。我特别还拿进来陪你们吃。我饼干。之后呢？跟。有是到底什么脸 啊？我很认真的、啊。到底什么脸？我认真。你眼睛到底怎么了、啊，子彤？对啊。啊？你眼睛到底怎么了？我最近很晚睡，我黑眼圈很重。你到底都在干嘛？追剧是？你晚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说。看剧吧。什么啦、欸、我最近有看一个好好看哦、喔。什么什么讲一下啊。嗯哎、欸、你到底是多累你不要讲话讲一半好不好你是有定格特效的。哦那个啦。哪个那个三田孝之以前的一部。你说戛纳影展还是那个东京北区赤羽啊，其实我只是看一个很好笑的片啦、啊，没有你讲的这么有 sense。哎、欸，那没有什么，那没有很有 sense， 那是剧啊，日剧啊。嗯，对啊。很好笑的片，又是山田孝之，该不会是那个《勇者义彦》？哦，那是剧吧？嗯，很多季。嗯那，那很好笑哎、欸，超白痴的。好我很记得里面有一个是。就是他们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勇者要闯关嘛，然后他们到了民宅之后，他们去就是一个跟着一个，然后他们去砸人家的东西，啊、对对对去获得那个超莫名其妙的。那个，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山田孝之的，那个是日本的国民 RPG game。嗯嗯嗯嗯嗯，就是。他砸那个桥段是就是模仿游戏里面去搜每个民宅的物资，对啊对啊对啊、哦、然后那个桥段就是他用这个桥段致敬嘛，然后结果里面又那个什么又讽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嗯、就是有里面有个 NPC 突然跑过来打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跑到人家家里面砸东西这样子，哦但是在游戏里面是合理的。又有看过吗？没看过，但知道这个山田孝之。嗯。哎、欸，那你们防疫都在家做什么？都很无聊。很无聊啊。很无聊啊。每天行程好像都差不多。子彤应该还好、嗯。一开始觉得很开心啊。哦，子彤应该你家蛮多动物要顾的。你不是有乌龟？动物园啊。
吃动物。所以你每天光顾那个就差不多了吧？对啊，其实顾动物还蛮累的。嗯。你养的哪些动物啊？啊，猫。那子龙家有养猫啊？对啊，我知道有猫，有乌龟，还有什么？乌龟我觉得就蛮累的吧，不用清洁。还有人啊。哦，你养了几个人？我你该不会人形蜈蚣吧？我们家的变态博士，人跟猫还有乌龟啊。哦，人龟猫。对啊，又呢？分享一下。对啊，你有在家要干嘛？吃肉，吃就一样啊，就起来吃饭、睡午觉、看剧、吃饭、看剧、睡觉。哎、欸，你看什么剧啊？有的没的。啊？讲一个，讲一个。我忘记那个很久以前的日剧。很久以前长假、哦，东京超久的故事哦，多久以前？2006，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那你讲日文，然后日文的名字也忘记。谁演的？谁演的？谁演的？有没有到？哎，他们，我看到他们，他们留言很幽默，这样。30岁魔法师。嗯？你们都吃过、哦？没有啊。你不是说你吃过？我啊？你怎么变来变去？没有啊，我刚刚没有，没有啊，我刚没有听到这一题、哦。好吧，幻听。哎、欸，又还在找对不对？没有，山田孝之的啊？山田孝之怎么了？你们刚不看同一部吧？不是，那你看什么？其实他们是看同一部，只是不知道片名而已。那什么？那小说改编的？白夜行啊？对对对，什么白夜什么？东野圭吾哦，白夜行，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他跟林奈瑶吧，对不对？嗯，那部蛮经典的。嗯，悬疑推理吧。嗯，蛮好看。可是我没有看完，我只看了一集还两集而已。这么少？那前面很浓、嗯。那你有看那个吗？对啊，解忧杂货店。那是电影对不对？对，是电影。有啊，有看。蛮多国家有翻拍。嗯嗯。嗯，最近我看最开心的是看那个、欸《模范计程车》。哦，我追完那个，那个看得很爽，我推荐你们两个去看，子弘跟 U 就蛮热血的啊。应该就是你会觉得很有爽，很被娱乐到。就虽然他有些地方可能有点屁啦，那么怎么可能那么强？那还是人类吗？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他是漫画改编的，然后他的。那些娱乐感都有做到位，所以其实你会看得很享受。嗯、他就你刚什么？你刚什么名字？模范计程车。哦，模范计程车。他就很像韩国版的蝙蝠侠。是吧？直白一点这样讲。是有人跟我讲啊，是韩国版的潘玮柏。也是，主角是，那主角也就是都蛮会演的，里面的角色挺好看的。林子弘，你到底怎么了啦？啊？怎么了？你在干嘛？在蠕动。脖子酸啊？脖子酸？对啊。这样啊？这样？没有，就是那个啊。嗯，哎、欸，你听你讲读书会很开心哎、欸。我讲读书会，說我没讲什么读聚会啊，还是我也就推荐你一个，我要换你讲。
独居会就是每个人都要分享啊。我刚分享，欸、好啊，开头分享的、啊。那换瑞佳、啊，你说最近吗？嗯，你推他们推给大家一部剧或一个电影，你最近最推的？鹿角男孩。哦 ，Netflix 还蛮好看的，好像蛮可爱的。对，我觉得可以追，就是他也算有点奇幻，然后是讲半人，嗯，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完，嗯，每日一句。那换 U 啊，哎 ，U 刚好推吗？哎，我们好干哦，还有啊，他推哪一部？U 你该不会玩起手机了吧？你不要在那边、啊，你在玩手机哦？没有，我在查陆家哥刚刚讲的那个剧，认真的鹿角男孩，嗯，蛮好看的。不然还有什么？为什么又跟走你们那边偷笑？这个气氛没事没事，哎。搞得我想来搞点什么事。没有啦，没有那个。那你们最近都吃什么？不是关心我。哎、欸，我想问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天会吃三餐吗？我有时候午餐，有时候两餐。哦。就是要么少，要么多，有时候。很不一定，不规律啊。哦。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我基本就两餐吧。两餐。你是饿了就吃，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可能一天一餐两餐。一餐。哦，就吃很少那样。对，是因为想说坐在家里吃这么多，感觉会胖。嗯。可是我想看你胖。啊，你都已经看过了。我为什么看过你胖？我以前，哦，现在没有这个是不是？对，因为还是有一点的。听说吃蔬菜可以消这个，真的吗？嗯，谁说的？吃？OK。因为我只好像在玩 game 吗？只有你是不是没睡饱？对，我在听你们聊天啊。哇，你当观众哦？那我很难搞。来点贡献好不好？哦，做事是不是？做事啊。开工了，开工了，还是要先收一下门票。好，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哎、欸，总，你 OK 哈？你状态 OK 哈 ？OK 的话，我们就继续开工， okay. 好不好 ？OK OK 、欸。不是你们这样子弄的，好像我很奇怪、欸。你很正常吗？我很正常啊。哦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嗯，可是真的很烦哎、欸，就是一直闷着。其实一开始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好像时间多了很多，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后来做一做，就突然有点倦怠了、嗯，因为每天都一模一样，比以前上学的时候还要烦，整个被困住。哎呀，可是听说快微解封了、欸，你们会？你们是那个之前有暂停，那个微解封的微，你不觉得就是很也不知道？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疫情警戒开始的时候，你们应该有手上有工作是暂停的吧？有的请举手、嗯，都有吧？可是现在微解封是可以开始拍摄这件事哦。可是不是很麻烦吗？对啊。应该麻烦归麻烦，可是
没有啊，还是有准备开始要复工啊。没有，因为我在想，你说如果拍静态的照片平面，你的 team 可以是人比较少，然后比较控管的好，大家可以保护好那个工作环境。可是动态其实要参与的人真的太多了，然后就感觉会比较复杂吧，执行起来也会担心啊。嗯，所以你们都没有收到要复工这件事吗？有听说有些要在试着要准备动起来，但有没有很确定的，就是背水一战，然后就是全部投下去的那种？我是没有听说这种。哦，所以你们都有快筛吗？快筛这件事，我有哎、欸欸，超在家吗？不的，在家吗？向经理们转一下，经理们转一下。我今天也有快筛，我筛到打喷嚏。我是觉得很痒，很不舒服。嗯，好啊，换子红。我今天没有快筛啊，我没有用过快筛。是啊，你刚刚我跟瑞嘉聊了一阵子，换子红跟佑聊一阵子，来，我吃饭。啊。哇，眼神交流，你以为你们在拍那个办公室那一场？他是 OS 对话就对了。所以你们都……他现在在演，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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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接下来五分钟都用撞声词聊天。好啊。嗯、嘿，嘿，哦，嘿，哎呦，哎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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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哦，啊，你在笑什么？你输了。为什么？要用撞声词啊！你讲话。谁来杀了我？输的人要发表演说两分钟，是我吗？嗯，你说、啊，嗯，又他说了、哦、对不对？嗯，对啊，那我要说什么？主题是什么？主题是我有一个温暖的家。现在超热的，好不好？对，我有一个很炙热的家。好，欸、你们在室内的温度是几度啊？26。真的还是假的？我有认真问，不开冷气的状态是不开冷气的话，应该30有哎、欸。嗯，差不多吧，29、30。差不多。是吗？怎么了？没有，我家不开冷气的话是三十，差不多35吧，34。那你为什么不开冷气呢？我不想开啊，开冷气很那个、欸、很不环保。你所以你把冷气送给别人呢、啊？这台很旧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要。哦，哇，你要给我买吗？怎么办？没怎么办啊，就这样。那你晚上睡觉是吹电风扇而已？吹电风扇啊，加裸体睡吧。哎、欸，你们会裸睡吗？可以闭嘴。你不就说很热？推荐你啊，安利一下。你不要，
你还有一颗没有吃完，杨雨腾。啊？子彤说雨腾的那个奇异果还没吃完。对。你怎么不关心我？我这边有那么多，都还没吃完。你赶快吃。好。哇塞！真的真的，我吃不放量。我吃我吃，我好好吃。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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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你要说话，你要说话啦，你不可以吃了。没有，我就说我今天要走另外一种路线。我今天就是不要一直在那边串来串去，好累哦。我要当一个真的沉默的汉子。之前真的你没有主持，就真的会很安静的。对啊，你知道有时候也是会累的。哦，辛苦了，辛苦了。没关系啊。OK 吗 ？OK 吗？OK 啊，我有开冷气啊。You 呢？嗯 ？You 呢？什么？你有开冷气吗？有啊，因为我家真的，很闷是不是？啊、很热。就是太阳很大。哦。所以，如果不开冷气，真的会死掉。我最近都会撑到那个下午我运动完，然后流汗洗完澡才开。这样。哦，你会运动？会啊，因为我超爱吃的，我在家最近就狂吃。然后我最近买那个，我最近超爱吃这个，虽然你们已经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反正就是买优格，然后有一个那个 Kelby 有出一个。那种碎片可以加到那个牛奶优格里面，然后我很喜欢吃那个 banana chocolate 还是什么的，很喜欢吃。健康。哎，好，那我推荐一部喜剧给子彤好了啦，日本电影的。你有看过《五 G 哈哈哈》吗？没有。这个推荐你看，很好笑，讲京都的故事。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实体版？我会买啊，我觉得好看的片子我会买。You 呢 ？You 呢？啊？哎，那你有看过这个吗？青春电幻物语。有啊，我以前看的时候好喜欢哦。我也很喜欢，这个是我拍《盛夏光年》的时候有看这部片做功课。哦，嗯，又有看过吗？他还蛮久的，没有呢。岩井俊二，偶尔把《莉莉啾啾》。嗯，音乐很好听，岩井俊二的。这个算是日本最经典的青春片。嗯，叫什么？开讲。青春电幻物语，而且他的音乐很好听，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配乐。嗯，青春。然后子彤，我可以推荐，还可以再推荐这个《东京有鬼双面人》。哦，那我看过，那我看过。哦，也是搞笑。为什么都会买实体啊？收藏啊，好厉害哦！对啊，我买实体收藏，我的片子还蛮多的，好有 sense 哦！不就是个片吗？没有啊，现在很多都不会去那个啊。没有，那是很久以前，哦，那是很久以前就买的，对、啊，我想说很好看，可以。那你有扣打去买网路吗？买什么网路？就是让你的网路好一点。你说我现在网路吗？可是我是用家的 WiFi， 你像还是很模糊吗？就是，嗯，真的吗？你要去申请100G 这？你已经糊了36分钟了。不是，这是我用，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啊？这是我家 WiFi， 还是你开四 G 更猛吗？搞不好四 G 更厉害。我开四 G 了、啊，好像比较好、欸。有吗？四 G 好像比你家 WiFi 要好、欸。可是四 G 的、有比较好哦？真的吗？对，比较好。嗯。哦、所以你可能要问一下那个你的网络业者，嗯，假串，假，哦，我知道啊，还是从头到尾是我的镜头，擦一下，会吗？应该不是吧，没有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是用 WiFi， 所以你可能电脑或是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连，然后可能就频宽有被占到。嗯哦，可我四哦，可我四 G 的收讯还蛮少的。现在有好了，有好了。我最近都已经无聊到有时候会去打手游哎、欸。嗯，天哪！对啊，我真的太烦了，然后就。天哪！以前不太打。啊、可是看一看看一看，也觉得有太多要看，看也看不完。我昨天才把那个什么《东城奇案》看完。啊，那个听说蛮好看的，那是HBO 的 HBO 的，对，嗯，凯特温斯莱就挺好看的，可是就是比较硬的那种写实剧，但短短的七集而已。那你有看那个《亚森罗品》吗？我一直没看，可是听说很不错，哎，还不错，出了第二季，哦，蛮好看的。没有，我就是那种很懒的追剧，是不是？对，我就是会觉得啊，太多要追的，然后我想说每天花个一两个小时看一看就好了，不要一天整天都在看。哦、不过我最近拿到那个运动厂商送我一个拉力带跟那种滚轮，可能最近要开始在家试试看用那些东西做运动。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你在家不会做运动哦？是哦。会啊，稍微。对啊。稍微。那你干嘛真的来假的？我看起来像是没做运动的人吗？你看起来是这不用做运动啊。有。就应该也都没有在做运动啊。又就一定没有，因为又他宁愿一天只吃一餐，他也不要做运动，对，对不对？没有，我还是会。又你做什么运动？不力提升。你跳热舞。Party guy。哎、欸，不对啊！你们像你瑞嘉跟子宏都还没吃，那你们是要等这个结束之后才去吃饭？我有吃了、啊，我吃过了。是子宏还没吃吧？嗯，对啊，我还没吃啊。那你们都几点起床？六点多。你说下午六点多吗？没，我又不是你。对啊。你就是会约重训，然后下午六点多起床那个。哎、欸，被你说对了、欸。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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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几点起床？是没有到六点啦，五点半、哦，稍微晚一点这样子。你是夜行人格是不是啊？就是你都是晚上很，就是到早上才睡觉，然后睡早上的那种。夜猫子。要一过了睡觉的点，我那时候没有睡的话，就会很难睡。你可以吃那个什么褪黑激素。啊，那不要。褪黑激素。不能吃安眠药。安眠药吃久了会有抗药性，不可以常吃。
标准专业。专业，把冷气关掉。不要。没有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我这房间如果关，哎，可是你电脑是摆在你卧房还是书房？卧房啊，看起来是卧房。你摆在卧房，然后你睡觉会关电脑吗？会啊。可是你如果在用电脑，然后你在卧房里面，然后你又没有开冷气的话，你不就超爆热？因为电脑会把那个房间变热、欸。对，然后你又没有开冷气这件事情。你看你被热死，哎、欸，他是真的那个、欸，哎，他不是在屁，真的，他是真的那个、欸，哎，好难，哎、啊欸，还是这是个效果啊？应该。对，这是特效。没电吗？不会吧，未来有效果。不可能没电有效果吗？这个好像也可以用效果，我来找一些效果来玩。哎、欸，掉线了。对，网络有问题吗？哎、欸，又又，你看棒球吗？只会看喜欢的人。哦，你知道日本最近出了一个大谷翔平？哦，他你等一下，支铁队，他们是在玩特效。啊，所以你知道他、啊？当然啦。哎、欸，我最近很迷他哎、欸。那、欸、你知道他最近破纪录吗？一直在破纪录。对啊。超强，超强，超强！他今天，哎，32发还是33发吧？他打破那个32嘛？对。谁啊？大谷翔平，哦，他你哦，他不是超屌吗？他超屌的，啊、我最近迷他、欸，他现在最近的比赛我在看。我也是今天才听说他是不是全垒打王，然后又投球又对，而且他的纪录赢的松井秀喜。松井秀喜大概一整个球季100多场嘛 ，MLB， 松井秀喜是记录是31发，然后大谷翔平只用了半个球季，80几场而已就已经破了他的记录。他超屌的。哎、欸，我觉得他感觉是那种有天分，然后又超努力的那种。听说他好像没有交过女朋友，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追逐着棒球前进的一个男人。对。是吗？嗯，是，他好像蛮乖的。然后你看他在日本的时候，他体型没那么壮，他到那个大联盟的时候，哇，超壮，那个绝对是超猛出来，超厉害，腿超长。他好像190是不是啊？没有1939，他193，超过190。哎、欸、，You， 你以前打棒球吗？对啊，感觉日本应该很多很多人在国高中的时候就有甲子园的梦想。就不少了。那你有没有在甲子园拿那些土回家？没有。我看漫画，红土是很热血，会就说：“那你帮我拿一点甲子园的土回来。”就被打输了，然后就要跟赢的那个。哎、欸，真的甲子园很热血。哎、欸，那佑你有去看过甲子园吗、嗯？没有。所以你打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去了。你没有你有没有很？就是一生玄命的在打棒球过，有。那你是打什么？你是打击还是投？就打投。哦，那你最会投什么球？嗯，你最会投什么球？二锋线，直插球，曲球，深卡球。深卡球很难呢、欸。变化二锋线吗？变化球，曲球吧。投球，超线的球。你现在是把那个投球的轨迹跟我们讲，然后让我们猜是什么球路，是不是？这是什么？你这样投完之后，这是什么？不是，哎、欸，没有没有，之前我知道了，他不是投手，他是捕手，他在比那个，哦，他在比那个要投几号球这样。其实捕手也很重要啦，有了，子龙进来了没？应该有的。他刚刚才在说瑞嘉网络不好，结果自己就掉线。没电吧？
那我继续吃东西。好，你继续吃好。那那个呢？那你大谷翔平之前，你还有在注意哪个球星？我之前喜欢他的童年的有一个投手在关西大阪的，你知道吗？哦，达比修友吗？不是，对。诶，现在还在美国吗？职棒？不是，他不在美国。铃木一朗在日本关。嗯？铃木一朗？不是不是，嘛他也很厉害啊。哦，松坂大辅。松坂。投手。哦、他。嗯，他是我国中的时候最厉害的一个投手。哎、欸哦，对啊，还是田，他以前还是洋基，以前是洋基队的田中将大。中哦，他也有追过。嗯，哦、欸，那你追的还蛮多的啊，你知道的那个投手还蛮多的、啊。嗯，投手比较多。哎、欸，我吃沙拉，所以会有很多咔吱咔吱声，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很吵。欸子峰说：“喂，我手机烧掉。明明就他自己手，他房间太热，他房间太热，手机都烧掉了。还是你叫他那个，叫他、啊、就是，不然手机一定会烧掉。对，我上次就是没开冷气，手机就烧掉。真的会吗？没有啦，欸、他进来，子、啊、峰，子峰，你开冷气了没？你手机都烧掉了，还不开冷气？对啊。”哦，哎，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那个、欸、手机烧掉的画面，真的、哦。那你马上换一台新的、哦。他说没有啊，没有没有，就是同一台啊，我就丢到那个冷冻库啊。哇，你是说？哦，你是说真的假的？你家冰箱很厉害，你们家冰箱已经不是降温了，你们家冰箱还会修手机、欸？不是，他刚刚是，他会有一个防护机制，他会跳出来说你的手机现在过热。然后不能就你就完全不能使用这样子。你是哦，好吧。那你开个、嗯、至少开个电风扇吹手机嘛。对啊。而且子弘是我们里面唯一一个感觉坐的椅子最高档。就很像要玩那个连线，对啊，就是电竞椅，是不是？电竞高手啊，风云高手。子龙，你是玩什么电动？我多玩啊。你电脑的那种还是手机的？电脑。那你最常玩的什么 ？GTA 哦，还是什么 ？GTA 那时候我在工作，没有跟到。我现在在慢慢玩回去以前没有玩到的游戏。神奇宝贝，神奇宝贝有，神奇宝贝是小学吧？那你现在玩什么、？FF， yeah， Final Fantasy。你是玩 RPG 还是射击还是什么？比较多是生存类，僵尸哦，丧尸、啊，僵尸的也有，丧尸，僵尸的也有啊。干嘛你要玩哦？我是 Mac 啊 ，Mac 好像不太能跟你连线吧？你也不会玩啊，你感觉就不会玩游戏。哎、欸，我以前 CS 超强，是超强。你有去打过比赛吗 ？CS 我玩过，我是有组队在练的那种，然后去打比赛。真的、哦？我组队。国中的时候玩很疯，然后我国小也玩很疯，国小天天泡网咖，然后跟那个高职生一起上线上找人家 team play。你国小怎么泡网咖？怎么泡？就是给网咖钱啊，他就让我泡了。不是啊，国小不能进吧？可以啦，不能待到11点之后吧？对啊，放学之后可以去啊。可以啦，我发誓可以。你国小怎么会有钱去泡网咖？我还每次去都存1000块。嗯？你怎么会有钱泡网咖？压岁钱啊。太夸了吧？为什么？好有钱！那时候很便宜，一个小时20块呢，而且你一次加100块，还可以送你一个小时，还怎么样呢？
换张瑞家手机烧掉他可能是冷气开太强我就说要开也要开的刚刚好主机板结冰来等他吗、欸、又好辛苦哦他整个直播就一直在拉人你有玩什么又有玩什么又你有玩什么没有耶、欸、我是一个不会玩游戏的你少来你不敢讲吧你玩那种是真人的游戏是不是不像 我是不会玩我只会玩垃圾游戏啊垃圾游戏垃圾游戏就是不用动脑不用动脑就是滑一滑就可以玩的那种我不会玩电脑的那种比较复杂的游戏哦你说例如什么忍者切水果那种还是小精灵、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给我一个小建议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下嗯玩什么玩一个那个好吧玩玩看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玩我们先玩看吧先玩玩看好不好玩什么哎呀 啊来不及了好吧啊哦哦啊哦啊哦哦哎哦好，没事。没有啦，刚刚本来想玩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光，但是、哦、我以为我们要整右下角。你说整瑞佳？对啊，他刚刚不见了。瑞佳，你怎么了？什么？你眼睛开太小了。手机其实有点烫。哎、欸，我摸摸看我。哎、欸，我跟你们讲，我最近，因为疫情嘛，然后我就很常坐在位置上面，然后除了运动啊或怎么样，不会离开我的书房。然后，反正，我昨天拿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超酷的。嗯，喝水的。哦。超大一坑呢、欸，然后几公升？有一公升吗？我也不知道呢，感觉应该有个五吧。哪有五啊？三吗？那应该可能二或一多吧。可是牛奶不就是一点八？它比牛奶还要大、啊。大，那就2.5之类的。那有可能2.5。我就想说，那我每天就装这样一个，然后我就这样在位置上狂喝。好像都不用去装水、嗯。对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也是拿一个超大的。可是你没有我大、啊。我怎么这哪没有你大、啊？我是超大，你放在脸旁边啊。比下大小，比下大小。放脸旁边啊，比下，你放脸旁边，你不能放这样，我这样也超大。你的镜头效果。我在脸旁边、欸，兄弟，我在脸旁边。哦、谁大？哎、欸，你们，哎、欸，你们是好评评理。我觉得你们好适合购物、哦，你们两个可以。哎、欸，不可以，干嘛啦？开始推荐哦。不是啦、欸，我有注意到，我有把那个 logo 遮起来。没有，他们也知道是哪一个。我之前有喝，他们知道。哦，他们，你喝我也要喝。只是这个很麻烦，就是装太满的时候，很重嘛。对。喝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整个脸都被用水。可是这样喝起来很像那个喝酒，很帅。哎，之前你后来有去看那个吗？那个《鬼灭之刃》？我本来就有在看漫画。可是我说那个电影版我一直没看，没看，没看，没看。
对啊。我觉得我刚刚真的真的应该要制造一个经典画面，就是你刚刚掉线的时候，我应该要赶快离开。然后那瞬间的时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就看默剧嘛。我又是一个，又变成了那个操作王，但是没办法，太可恶了。你好厉害哦！我没有做到啊，我如果做到，你才能说我厉害啊。我没做到，我也只是敷衍你一下而已、啊。你不要敷衍我啊，我都拿真心。你听得到？我讲这么小声，你听得到？我听得到、啊，听得到、啊，我们都听得到。你收音设备太好了。哎、欸，你是电竞高手哎、欸。哦不。你们设备都那么高级。哦不，单挑单挑。单挑来啊！挑什么？没有啦。不过我最近真的有点想玩游戏，觉得好烦，一直玩一直玩。哎、欸，讲话。你们看到了什么？我知道、啊，看到有看到你推他，你在推杨宇哲，我好像白痴哦、喔，不弄不玩了。我吃完了，我现在只差我的潜艇堡。潜艇堡哦，你是外带的吗、嗯？外送。因为我昨天吃麻辣火锅，我觉得好像有点 heavy。是假的、啊，好饿、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麻辣火锅，但是每次吃完都觉得很罪恶感很重。那麻辣火锅可以在野外吃吗？可以啊。哦，因为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欸、没有，我在想说，如果大家都喜欢吃麻辣火锅的话，是不是可以要求如果？要入团众的话，可以把这个桥段放进去，就是在野外吃麻辣火锅，好像也不错。这个你们看到的排序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排序是什么意思？就是四格的排序。对啊，就是谁在哪里？我看到我在右上角，瑞嘉在我的下面。那一样啊？没有哦，我是在右上角。然后我的右下角是，你在我的，哎，我的右下角是那个紫红，哎，然后之前在我的斜对面，哦，斜下角不一样哦，这可以移动吗？好白痴哦，我不会移动，算了，嗯，哎呦。你有、嗯、你这几天有出门吗？你上次出门是去哪？我今天去剪头发。哦。自己多久没剪？两个月都没剪。一个月，一个月多吧。那跟我一样，我也是今天才去剪头发的。本来这边超厚的。对啊，我也是超长的。然后我后面都会长超长，然后我把后面修一修。是谁那边有那个？太机车了！长辈图。这是什么？哎、欸，我们都是属于大自然的小孩。阿凡达，你们是精灵类的，我是花仙子。太妙了！哦，你可以改变头发，哎，帅哦！为什么滤镜这么多啊？我滤镜王啊，拜托起来。那、欸、不错哦，不错哦，了给你们来。
他们都断了、哦。应该是。你怎么还没吃完？你吃好久。喂，有人在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特效？你都没有。哎、欸，不会啊，你按那个啊。哎，台序有变吗？有了，有了，有了，你这样有了。台序有变吗？嗯？有没有？有没有？笑笑。哎，像排序有变哎、欸。我刚刚、欸。你这个很适合跳舞哎、欸，你要不要跳一段？我可以帮你 B-box。好哎、欸，好像不错哦。你用拿让他 B-box， 我想听他 B-box。你是拍手啦，不是啦，我只是拍两下。哎、欸，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会有一样的东西啊？奇怪。哦，谁？哎，我想要刚刚你们绿。绿色那个，欸、你超多的、欸，哎、欸，我没有、欸，绿色啊？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啊？我还好，织田比较多。嗯，对啊，你是去下载、哦？你是去下载？我要下载。对啊，我下载的、啊。为什么你这么多？因为我无聊啊。我不说，我疫情期间很无聊，我就一直在看有什么滤镜可以玩。真的还是假的？你会 follow 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吗？哇哇哇！呜哇！哎、欸，可是哇，瑞佳，瑞佳，这是去哪下载？这个我看一下啊。哎、欸，哎、欸，你要先下载好才能用，现在不能下载啊！可惜，可惜。好吧，我的滤镜真的有限。你们平常这个时间都在干嘛？嗯，看剧啊。志宏哎，这时候好恶心哦，这个。蛮适合你。你好像你好像那种腔调的狗。吃错东西了，欸、你房间不是很热，你蛮适合这个滤镜的。对啊，你有点下雪的感觉，对。对对对你就感觉就不会很热了。叫什么？就下雪了。哦、oh. 。哎哇啊！太幽默！你总在干嘛？你总好像那种，就是会去敲人家门，然后从那个猫眼看的时候会觉得外面有变态那种。Sweet Home 有他现在就在演个变态狂，你再给他一点台词，他就可以了。子宏，你说我想进去，太有戏了。你说我想进去，我不要。子宏，你说我好热。子宏，你说我好热，我想脱衣服。子宏，你说我想要开冷气。没有没有，子宏说我好热，我好想要脱衣服。你们，我觉得我这个滤镜好日本哦，对不对 ？You 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好适合你啊、欸、好适合哦！你好适合这个滤镜啊！拜托，我滤镜适合我，我还适合这种。哇塞！哇！
哇哇塞，好有画面！哇哇哇塞！哎、欸，这好像哦，我刚刚被骗到了，真的哦，嗯、没有，我旁边都有人，又一直拉我。还有什么？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最喜欢当一个冰淇淋。哎、欸，好好笑！那去哪里找啊？哎、欸，这好好笑。对啊，你去哪找的、啊？那你可以躲在那个里面吗？饼干里面。我试试看哦。哎、欸，真的躲进去了、欸！哎、欸，好好笑哦，这个。哎、欸，这个不错耶。哎、欸，你好会哦。没错，冰淇淋王、欸。没有，他没有。没有，之前为什么你会那么多啊？之前你要说，你要先躲进去，然后起来说吃我，吃我，吃我。我试试看啊、哦。哎、欸，这个，哎、欸，这个滤镜我要下载，这很好笑。我刚才我忘记这叫什么名字哎，我之后再找找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幽默，我才在的。其实我比较想要看你刚刚那个动作，但是没有滤镜的样子。那一定超尬的、啊。就像是你刚刚开那个针孔的那个，你不要用滤镜，然后做那件事情的，超变态。还好，就变成这样嘛，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你要整个脸都出来了。整个脸，我刚刚是这样啊。这样。好，我做了，换你。你说换我，我把那个冰淇淋的，哦，不要滤镜，我把那个关起来，等一下要怎么关？我找一下，好，我就直接下去了。怎么样？有，换谁？下一个。我没那么多滤镜啊。对呀、啊，我要先下载。刚刚又是用什么滤镜？他用的那个动词动词，那好无聊、哦。你要用那种很厉害的，快点，给你表现一下。我真的没有，没有，好吧。我找找看，我还有什么滤镜？我觉得这个很可爱，我超想打电话给他们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这些人在什么天竺鼠这些？对啊，这些动物都长得好疗愈哦，可爱，都会觉得说人生有很多希望。好像没什么滤镜呢。嗯。哦，这样好像骇客任务之类的。哎、欸，你真的超多的。哎、欸，又这就是白夜行的感觉啊。哦，这个超酷的，我给你们看这个超酷的，这个超酷的，这是一个连环的。怎么是干嘛？嗯哎、欸，超屌的、欸！这很酷、哦。哦，这是一个滤镜分享大会哦。对，而且你的超多的。
这是一个下蛋的感觉。紫红傻眼，我傻眼。紫红在看，紫红你在看，你要我要你付我钱哦。收门票钱、啊？你在看我就收门票钱了。他很认真在看的、哦。我没有在看你。哦、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谁？没有、啊。你就老实说吧，你在看谁？我好像上厕所的。你可以带手机去啊。对啊，你可以带手机去啊。No。No。这什么好恶心？这个是视觉系啊。而且你看我扎一下，它就跟着我动哎、欸。哇！之前好像在开演唱会，真的哦。那又唱歌，我来跳。你为什么这时候要？子彤，赶紧上厕所啊！子彤，赶紧上厕所啊！子彤，你是要上哪一种，长的还是短的？时间？没有啊，没有小的啦。小的哦。那赶快去上一个。那你先去啊，我们等你啊。你脖子酸啊、哦？不要。他现在有种乌龟的习性。哦，养太多龟了，就会长得跟龟越来越像。好难听哦。养太多乌龟了，就会长得跟乌龟越来越像。No。只要你觉得乌龟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乌龟哦，嗯，蛮疗愈的吧？对啊。嗯。所以你喜欢忍者龟？啊？哎，这是什么连结、啊？我没有喜欢乌龟。应该会喜欢看忍者龟。那为什么张瑞佳会养乌龟？瑞佳养乌龟？嗯，有啊，我养、啊，真的、啊。我只是想养在我朋友家。哇，这个养法，因为它不是因为它要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它是陆龟，所以它已经大到我家装不下它了，哇，所以必须要养在大阳台。那是那种神兽吧，玄武之类的。没有啊，这么大，苏卡达陆龟啊，紫红知道。嗯，非洲品种。对，而且它的食量蛮大的，很大。所以你每天都要买，菜啊。也可以，是每天都要买菜、啊。也可以用饲料，反正家里的吃剩的都可以啊。吃剩的，嗯，是哦，我以为他都吃蔬菜就好，不是的，不是的啊，什么意思啊？主要是吃蔬菜，对啊，对啊，蔬菜、啊。它其实爬虫类没有纯没有什么纯素食。乌龟其实是肉食动物，哦，只是因为陆龟动作太慢了，它吃不到肉，所以它只能吃草，所以它的身体就渐渐的，就是，对，就是适合吃蔬菜。吃饱了，吃饱了。子彤，嗯，如果我们就一直这样聊下去，你就要一直憋尿吗？他应该是不急吧。我觉得我如果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觉得我很北兰。嗯？怎么了？这还好，这还好，还好，你不会想尿。
好吧。那如果我在你旁边，我就要压你的丹田。那会出问题，那会出问题。不错。很幼稚，兄弟。还要去尿，还要去尿。哎，回来。其实下次直播，你可以在下面装一个，就是有一个夜壶。哎呀，闭嘴啦！反正看不到尿壶。然后，如果、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如果真的受不了，就那个保特瓶。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保特瓶上厕所？我忘记有没有了、我们只能讲真心话。我有，没有，我真的忘记了。我好像有吧。其他两个不发言。紫红，没有。现在最适合，现在可以试的就紫红。什么东西？哦，你说是吗？我不要。哦，你刚才水壶蛮大的、啊。对啊，那个量，刚刚的量。你喝多少量，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你喝的量还要多吧？啊，好烦哦！我去上厕所、啊。因为身体会吸收。你话题吗？好快受不了。你不带我们去，我们就要一直聊。啊。其实。不过我最近有一个，算了，不讲好了。我越讲越多。你讲。我觉得聪明人都是杨宇腾，又很聪明，又就是都不讲话，就莫名其妙听了一堆我们的秘密。你那什么奸诈的笑容啊？没有。哎，有人说现在就是看那个紫红的床，那床现在就是有什么？会不会有个人？我现在被留言挡到，所以我看不清楚他床。他床是很乱，有很多线，很多线，耳机吧。哦，因为你觉得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做最酷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哇，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酷，吃青菜。就你有没有做出一个你平常都没有做的事情？就你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无聊，就做了。上网买东西了。买什么？就什么？家具干嘛？小小东西。买家具。哦，对对对，我从来不会上网买东西。为什么？就是这，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买，然后就是这段过程太无聊了，就上网找东西。我这段时间买了很多东西，也没有到很多啊，就是简单的几个东西。那你吃东西呢？瑞佳问你。对啊，自己煮吗？吃东西，你自己煮啊？对啊，就可能一天出去买两天三天的菜啊。对对对，你很会煮菜。对对，我忘记了，又很会煮。也没有。那这段时间有没有喝剩多酒？一点点。你的一点点跟一般人的一点点很不一样。紫红，依照你刚刚的速度啊，我感觉你没有憋到太久，因为通常憋很久就会尿很久。肾虚吗？不是肾虚啊，那个定理啊。哦，我想不要让你们等啊。哦，那换我去一下。哦，好。
哎、欸，我听得到。哦，好，你说那你听得到我们的声音，那你尿尿的声音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听到？应该会听得到。这种时候就是要很注意那个瞄准对的位置。总在干嘛？啊，总在听你讲话啊！他把我们当广播在听的、啊。不是啦，就……哎、欸，你是养什么猫？我养金吉拉还美短。哦，金吉拉，哦，养两只哦。嗯。所以他们养在你客厅？没有啊，就是家里啊，就是整个家里面啊。哦。所以你会让他们进你的房间？哦，不行，我房间不行。但我姐跟我妈可以，因为我有很严重的过敏。你是眼睛会肿起来那种，还是会一直咳嗽？我是鼻子，然后我的眼睛也会整个肿起来。然后就像你刚刚问什么，身体都会过敏。所以养猫不是？你要养是你家人要养吗？一开始是他们要养，但是都这样啊，就是哎，就是养养就变你在养，也不是啊，不是说养养变我在养，就是我发现好像很多男生都这样，一开始都会反对养宠物，对啊，后来就会很喜欢这样子。哦，我不会啊。哦，真的。那你继续讲啊！我一开始就会很支持，哦、oh. ，我一开始不会反对，嗯。不过我有一个跟你一样啊，我也会过敏。我之前去我朋友家，然后睡一个晚上，隔天起来就整眼睛整个肿起来，因为他们家猫很会掉毛，猫也上床这样子， oh. 就是因为。我是去日本的朋友家嘛，他们家有一只猫，然后我睡他们的那个储藏间那边有个小空地，然后猫咪就是很爱去串门子。哦，对啊，那真的很那个。嗯哼，你有养过什么宠物吗？狗有，狗，我有养过狗，什么狗？又约克夏，约克夏跟那个101狗，斑点、哦、大麦丁，哎、欸，那个很大只哎、欸，很大。你是在日本养还是在台湾？在日本。那狗狗后来谁在顾啊？哦，送给朋友。没有吧？没有，他说这样走了。嗯，对，过世了。嗯，哦，是哦。你是从小养的那种吗？就是陪着你长大，从小到大，有四只，小的三只，大的一只。哇，很多呢。那你家一定很大，可以放那么多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需要空间呢。对。又有大型犬，那你都叫他们什么名字啊？我好想知道你是怎么取名的。这不是我取名啊，我妈取名。你妈取什么？大麦丁叫什么 ？Lucky， 幸运。那你会不会想在现在你住的地方养狗啊？当然想啊。我来到台湾就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养，真的、哦。可是你的工作应该没时间顾哦。对呀、啊，会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养猫好了啦，我以前有养狗啊。猫不用相国一直照顾。猫不用遛。哦，对，猫不用，因为狗我之前有养过黄金猎犬，那它是大型犬，你早晚都要带它出去遛啊，嗯，因为它们需要活动嘛，
那猫你就把它们安置在家里，你把猫砂起来，跟水准备好，它们就可以自理了。哎、出事了。哦哦，哎，哎呦，有了，手机很烫啊，手机很烫啊。我发现子红都不喜欢讲话。啊？你怎么都不讲话？哎、欸，还是他的画面，还是他的画面是预录的、啊？现在不是用那种整人的，就是直播，然后放那个预录的画面。他其实就是在做别的事情。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讲话。不是，我看的画面是停住的，你们是停住的吗？我们看的画面是你停住了。没有啊。哦、我重新一次好了。没有啦，你刚刚在那边都不动，放空。没有，可是我的画面真的是停住了。啊、的你的停住了？你看得到我？是我们四个都停住了，全部啊？全部啦！我再一次啊！真的假的？那你手机又开始烫？你手机现在是很烫？对啊。真的啦，开电风扇。我先出去，我先出去。我有开，我先出去。其实我手机也蛮烫的、欸。你是边充边播吗？我边充边播、欸，我也是。那怎么样？嗯哼，嗯。那最近大谷翔平的比赛，你都应该都会看吧？都会看。啊，我就是每天、哎、每天起床就是看他的比赛。我也是，真的是太期待了，他真的太厉害，太厉害。嘿，哎，瑞佳，你以前体育是主攻什么、啊？你的练什么？你有看过《志气》这部电影吗？没有。拔河吗？对。哦，你以前练拔河的。我的专长就是竞技拔河。哇，好酷哦！然后好特别哦，对，然后所以我有去那个日本比那个亚洲杯，就跟团队去日本，嗯、因为他是竞技拔河，他就是八人制嘛。我有去日本比亚洲杯。然后拿了第二名这样，嗯，可是听说可日本的拔河历史比他在亚洲国家他是最久的，哦，所以那个时候日本拿第一名，然后我们拿第二名，之后呢？子红呢？他还没进来。哎，有人吗？应该进来了吧。我要他。嗨、欸、，Hello。还有定格吗？好了。哦，脚好痛。你一跪着。Oh.没有坐在地上。哦、欸，我的是又糊了。你说你怎样很痛、哦？没有，我说我的画面是又糊了。没有，我说 you 说他脚痛，脚痛。哦，球换位置。脚痛，那你换个姿势啊。换了。你这样不是等一下手痛吗？晃来晃去。我换它烧掉了。
们偷跑，是不是？十字天，有了，有他们。嗯？哦，他们要换位置哦。是这样吗？应该是吧，因为刚刚我的那个卡了。因为我现在用 iPad 直播，但是因为我的 iPad 坏掉了，我怕可能等一下没电了。你有充电吗？有充电，但是它很奇怪，就是耗电比较快，它会出现有充电的那个，但是它不能充。哦，电池坏。对，电池应该是它那个充电线可能，可能线或是电池，对对对，应该是线有点问题。哦，不能充哦。对，不能充。那现在几趴？九趴。就那我们就聊到你那个自动断线，关掉，你一关掉，哎、欸，可是你这样就存不了档啊。对啊。好啦，最后存不了档事情，想要跟大家说，你想说什么？好，请此之田开场。那我先，然后再瑞佳，是不是？然后说完就可以先离开。对对对对对，还是要保持四个人一起在一起，保持四个人整整齐齐的，是不是？啊，哎，跟粉丝们说，还是跟你们三个人说？粉丝都可以吧？都讲好了，好不好？嗯。那你先吧。那我你先、啊。我先、喔。没有啦。就是很哎、欸，现在多少？1.8万。我觉得一开始好像2点多万哈。2.12。对，好像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蛮日常的状态吧，就只有玩一下下，然后也没有。没有要一直做什么效果，或者是对，就是日常的在闲聊，其实还蛮好玩的。嗯，然后大家陪我们这样聊聊天也挺好的。我也不知道，突然要我讲，我也是真的有点词穷。不过，就。很期待赶快过了这段时间，因为其实后面不是我们还要去拍什么团综什么的，对，对啊，然后就很期待跟你们真的见到一起玩，因为现在用这个好像都有点尴尬，都觉得你们好像有点尴尬的感觉，对啊，然后我跟瑞佳其实也已经见过蛮多次了吧，用这个，对。应该有三次，对啊，我们算是比较熟啦，我们私下都还是联系，对啊。你们呢？那你平时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没有啦啊。好啦，然后没有啦，哎、欸，其实对啊，好像要联系，也只能真的等这个警戒都过去吧，才能真的出去。希望下次我们约出去的时候，子宏你。就是不要睡过头了，没关系，反正对，反正疫情间不是，其实疫情间其实那个WBL 后续的工作其实都有在筹备，然后就是等疫情真的解除，那我觉得。可能也因为线上的关系，少了肢体的互动，所以
所以聊起来会有点，对。没有事，我现在在他的那个，在他的舒适圈里面，他就觉得很安全。对对对。等所以这个东西见面的时候，对，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加在团众里面，就是谁真的迟到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在现场就是罚那个迟到人喝三杯这样，然后或是如果真的都不讲话的话，就我们真的可以跟他收门票，对，就可以把他加在那个节目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嗯，不过这次我觉得试了一个蛮有趣的，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就不太讲话，看会怎么样。然后我发现你们大家很屌，就是真的跟我就不讲话。你们这完全可以盯住哎、欸，我都觉得我有点罪恶感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就是开直播不讲话，然后怕让大家觉得很尴尬，然后想说不行，我要盯住，我就不讲。就你们这两个都不讲话。会好玩啦，就是比较放松一点了。哎，好啦，我讲完了，好不好？我这样零零落落的也讲了很多话。我也讲完了。对啊，对啊。你哪有讲话？有讲，我有讲话。我刚刚就在，我刚刚就在讲团众的东西啊。对，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们。透过这次直播，对不对，我就说可能因为线上的关系，所以发生一些状况，可能就会很尴尬。那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加到团众里面，有肢体的互动之后，比如说哎迟到，就我们就可以真的准备让那个迟到人罚喝三杯，或者是不讲话的，我们就可以真的收门票，跟他收钱这样子，这样不是很好玩吗？哦，有。哎、欸，好了，你耳麦是关的，是？先讲，我先讲。嗯，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啊！啊，我怎么看不出来你很开心？不是，不是、啊，就是我也看不出来。没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很开心、啊。是哪一种开心？哎、欸，之前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理气上身？对啊，不是，就是。刚刚有在这个地方吗？不是，就是不是啦，就是看到你们很开心这样，对。然后就是可以跟粉丝见面这样啦。不是真的，为什么要一直觉得我在搞？那你下次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视讯啊，你可以来找我。你说不开心的时候吗？对啊，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打给我那个打我的 line。你看到我会很开心吗？对啊，哎，不是啊，为什么？什么意思？没有啦，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啊，没有意思、啊。哦，嗯。好了，最近讲完了。哎，哦。没事，他的总结就三个字，很开心、哦啊。他说很开心看到我们，也很开心看到粉丝们跟大家去互动，对吧？对。哎、欸，我有加你啊，你没有理我啊？嗯，什么意思 ？Line 不是吗？你现在打给我，我现在直播、欸，你打给我。不是，我说那个时候在拍戏的时候啊。我有加你吗？我没有加你吗？我有加你啊！我待会去看一下。我哎、欸，等，我跟你是朋友吧？我是没有私下跟你 line 啊，可我们在群组不是有 line 吗？有啊，我们群组都有。有啊。什么意思？现在是这样？没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没事。没事，雨腾、欸，雨腾来一个帅气的总结，来，帅气总结，没有，你拨一下刘海讲话这样，哈哈，好吧，雨腾，不然下次就那个好了，我们看那个大谷翔平去那个运动酒吧喝酒好了，
好了，哎，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约出去喝个酒，哎。对啊，好呀，好呀，就看到比赛喝啊。好啊，好啦，子宏，你可以吗？嗯，子宏就一点点啦，喝一点点，子宏一点点啦，对，不然就要背他回家。我可能就一点，对啊，对啊。啊，好哦，让雨腾啊。没有啊，今天很开心啦，我因为我都在家，很少跟别人真的讲话，一天可能真的不会讲话，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回来那个状态，就是有真的在工作的状态。好，然后跟本身跟大家说，还是疫情时间，如果不用出门就尽量不用出门。就我们就是瑞嘉哥也说过，就团座啊、换 meeting， 其实真的在规划中，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期待。嗯嗯，就真的请大家期待，就是在录团众的时候，我们会帮 You 准备 Whisky， 因为他喝了之后那个话就会很多，你们就可以，对，我们让你看真正的 You， 对，你们就会很期待，就是真正看到 You 讲话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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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然后You 2.0 不能喝酒，因为子宏如果喝酒的话，他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他可能就直接睡着了，就可能不像今天只有呆掉而已，他可能就直接睡着这样。所以子宏，我们还在想办法，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他画？嗯，保利达，那可能就是整天眼睛就会睁得很大，然后就没有咖啡。就是我们可能会先，我们可能会先开会想的方式是，如何让子宏等一下多话，你们不可以求人间裁判，什么意思啊？你们不可以，不是求人间裁判，我们就是裁判啊，你是球员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有方法，就是录团中的时候，我们会边喝 whisky 边录这样的。那子宏，我们还要再想。不是，等一下，对，你们有参与、啊，你们有参与那个啊、哦、节目组，我们可以给意见企划组，嗯，我们可以给意见，很棒。我最近在家做了很多笔记啊，嗯，对啊，就做一些，之后你们就有得玩了、啊，有得玩啊，啊，剩几趴？好啦，我还是觉得，虽然现在不是微松绑哦，还什么微解封，但大家还是要。就是能不出门还是不出门啊，就是对啊，我觉得还是在一个警戒阶段，嗯，好、哦、好啦，我们先这样好了，好、哦、那雨腾你记得存吧，嗯， OK OK， 嗯， OKDOKI， 拜拜子宏，拜拜拜拜，加奶，拜拜，拜拜，拜拜，啊！你们两个先来，等一下，那、啊、我们两个先，拜拜，拜拜，等一下，关吧，不然你手好了，下次见啊、哦！哎，拜拜。光呀，有了。